记得十几年前，我为了坐上帮主的位置，上山杀光了一个山族部落，当时跑了一个小鬼，那个小王八蛋就是你吧。快看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人。提提神。啥性爆炸？泡了水的红颜果，怎么杀人啊？啊！是谁说泡了水就不能炸？Yeah!